冇錯冇事咋，同埋有得震冇得瞓。點解你男朋友唔陪你嚟嘅？我驚講咗會嚇走佢喎。如果嚇得走佢啊，佢就唔係中意你個人，係中意你個殼啦，係咪？我先生嘅精子先天比較弱，市面上好似有嗰啲叫精子捐贈服務。我對呢樣嘢根本都冇信心。除非捐精嗰个人系我识得噶啦。周末 TVB 波士早晨，每逢星期六同日夜晚7点，8度空间力争巡游播出，你亦可以下载吞吞 app 收睇。